之前我面对过的问题是我的汗毛很明显，然后我不敢穿无袖的衣服，一路以来有在东汉做水光针，然后就认识到诶，原来他们有做除毛这个 service， 所以我过来试试看。我尝试了过后，我就感觉到我的汗毛越来越少，而且我皮肤变得越来越白，就比较滑嫩。整个过程当中呢，一点都不痛，而且是非常安全，也非常的舒服，而且我都睡着了。他们这里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专业，而且他们把你当成家人一样。我很感谢东韩医美诊所，让我变得更美丽，更有自信。